两年以前，在小米米粒主机的开箱时，我说这几乎就是一台深空灰色的缩小版的 Mac Mini。如果明年 Mac Mini M2 长这样，果粉们做梦都会笑醒的。两年过去了，M4 Mac Mini 终于改版，内存升级为十六 G，它有满血的 HDMI 2.1接口，还有三个雷电四接口。我们通过官网定制的万兆网口，可以跑到十 G。 更超神的是，如果通过雷电四连接其他 Mac，建立雷电网桥，它能跑上三十 G。大家好，我是老白，今天为大家介绍官网定制的万兆版的 M 四 Mac Mini，并把它和我们传统迷你 PC 进行全方位对比。 M4 Mac Mini 增加 16G 内存和 256G SSD 需要4500元，刚好和我们买一台 16G 内存和 256G 的 SSD 配置的 M4 Mac Mini 价格一模一样。我经过认真反思，发现思路一换，格局就会变大。盖板 M4 Mac Mini 扣除价值4500元 16G 内存和 256G 的 SSD，准系统售价负一元。M4 Mac Mini 盖板。 被发现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便宜的迷你主机准系统，买盖板的朋友是最聪明的人，全都狠狠地薅了 Apple 的羊毛。Mac Mini 2024装置了最新的 Apple Silicon M4，满血十核 CPU，十核 GPU，升级到 16G 统一内存，盖板是 256G SSD，满血 HDMI 2.1和三个雷电四。 能够同时三组显示输出，万兆有线网卡加 WiFi 六 E，白色小盒子打开来看一下，电源线，说明书以前没注意过，这次主要是给大家普及一下电源键的位置，怕大家找不到。Mac Mini 二零二四使用了冲压铝一体成型工艺，前面板两个十 Gbps 的 C 口，电源指示灯，耳机口。 八字电源插座，万兆 m a r v e l AQC 幺幺三网口，满血 HDMI 二点一接口，三个雷电四接口，电源开关键找到了，在这里，底部一圈通风口，这就是全部的通风开孔了。下边三分之二是进风口，上边三分之一是出风口。视觉上看不见通风开孔的首台迷你主机，吐槽一下，没有 A 口连接键盘和妙控板。 我也手忙脚乱好一阵，幸好还有拓展坞。我们先来和我们常用的 X 八六迷你主机对比一下，和我的黑苹果独显迷你主机相比，二零二四 Mac 迷你小得多啊。和我们普通核显迷你主机相比，它俩是差不多的。好了，我要掏出 X 八六的王炸了，一台超级小的迷你主机，明凡 EM 六八零。 这超小体积是不是把 M4 Mac Mini 也甩老远？确实小很多哦。我们来看看接口对比：M4 前面板两个 C 口和耳机孔，很简洁；E M680 一个 C 口一个耳机孔，多了一个电源键，不够优雅。还有啊，顶部、后部、底部、侧部，咱们 X86 小主机这通风口太多了，到处都是。 你看，M4 Mac Mini 除了底部一围圈，哪哪儿都没有这些通风口，这里出风，这里进风，颜值确实高。这是后部万兆网口和满血的 HDMI 2.1，好评啊！X86 小主机，咱也有满血的 HDMI 2.1啊，咱也有 USB 4啊，我还有你没有的双 USB A 口啊，M4 Mac Mini。 后部接口里抛弃了 A 口，省了多少事儿啊！即将为外设厂家创造多少业绩啊！这些 X 八六小主机到处都是 A 口，简直就是自己出独食儿了，没有别人外设厂家的事儿了。我觉得呀、啊，今年 Mike 拓展屋的生意啊，一定会大好。现在外面都在污蔑说我们果粉就是适应性强，没有 A 口我们也能适应，没有双 M 点二 PCIe 的 NVMe 接口我们也能适应。 没有二点五 G，没有双网口，我们都能适应。其实啊，有啥不是再买一个雷电式拓展坞就能解决的呢？X 八六迷你主机不但接口丰富，自己浑身上下都还是各种洞洞，多难看啊！对了，X 八六迷你主机还得有一个 DC 电源，你看以为藏在这里我就找不到了吗？而我们 M 四 Mac Mini 内置电源就只需要一个插座就可以了，不用藏来藏去的。 看它多优雅，啊，双显示器，再给它加一块雷电硬盘，齐活了，开测。我们先给 Mac Mini 2024的 CPU M4 进行单烤 CPU 压力测试，M4 的 CPU 稳定释放在二十一瓦附近，P 核三点九四 G 赫兹，E 核二点八 G 赫兹，整机功耗三十七瓦左右，CPU 平均温度九十五度，而且啊，单烤 CPU 根本听不见风扇的声音。 非常安静。实测的 g e c k b e n g 6六多核一万四千八百五十八，单核三千八百三十六，还是拆开来看一下，单核世界第一，多核超过了所有的核显迷你主机。实测的 g e c k b e n g 5五多核一万二千九百六十九，单核二千五百七十七，单核碾压其他，接近百分之二十，多核超过了所有的七八零 M 核显小主机。 实测的赛 i 奔 e b e n c 二零二四多核还是九百七十七，单核加了一点一百七十五，175, 单核那是太太太太强了，多核还比不上某些高性能释放的七八零 M 核显小主机。赛 i 奔驰 b e n 二二三多核一万三千八百八十六，单核二千二百三十八，单核还是碾压了，但是幅度只有百分之十了，多核竟然比不上六九零零 HX，不过还是比六八五零 H 好一点。 p a s m a r k 多线程两万四千八百四十七，24, 47, 单线程四千六百一十一，11, 大家坐稳了。单线程已经不是第一了，多线程还不如六八五零 H。综合我们的测试，M 四的单核性能强于世界上所有的 CPU，多核性能 g e k b e n c h 六点三零测试为最佳，超过了所有的核显迷你主机。而其他项目的测试成绩，请大家自己印证参考。p a s m a r k 内存带宽测试。 一百一十一 GB 每秒，也是我们在迷你主机上前所未见的高。我们给 Mac Mini 2024的 M4 进行单烤 GPU 的压力测试，M4 的 GPU 从十九瓦一路下滑，最终稳定释放在十六瓦附近。GPU 频率一点五 G 赫兹，整机功耗三十六瓦左右，GPU 平均温度九十四度，此时仍然听不见风扇声音，非常安静。接着加入 CPU 压力测试来双烤。 最终，CPU 保持十七瓦的性能释放，GPU 保持十五瓦的性能释放，整机功耗平均五十三瓦左右。CPU 平均温度九十四度，GPU 平均温度八十一度。实测 g a g k b e n c h 六 OpenCL 成绩三万八千四百二十七，超过了所有的核显迷你主机。实测 3D m a x d、Mark、Steel Nomad Lite 二十九点八 FPS，超过了所有的核显迷你主机。 拉满三点一，大模型贪吃蛇编程测试，四八点九一 token 每秒，碾压一切核显迷你主机。我自己的工作流，二十五分钟的视频渲染导出测试，只用了十二分多。在我使用的所有白苹果、黑苹果迷你主机中，仅次于六六零零 M 独显，差别很小。看来我终于可以换新机了。显示接口输出满血的 HDMI 二点一接口。 可以输出最大 4K 144赫兹可变刷新率显示信号，雷电四接口可以输出最大 4K 160赫兹可变刷新率显示信号，HDMI 2.1接口连接索尼电视，最大可以输出 4K 120赫兹显示信号。M4 的 GPU 已经能够硬解本地 8K 60帧 AV1 视频，YouTube r 8K 60帧 AV1 视频流畅播放。 二百五十六 G 的出厂自带 SSD，最高两千九百兆 b 每秒，大概是 PCIe 四点零叉二的速度。通过万兆网口访问远程 NAS，最高一千一百兆 b 每秒。通过雷电四接口访问挂载的雷电硬盘，三千一百兆 b 每秒，接近了雷电四访问的较高速度。满载 WiFi 六 E 无线网卡，虽然我还不知道是什么型号，跑到了八百八十九兆 bps。 算是我的 WiFi 六无线网络里最好的那一类。我们测试官网定制的 M 四 Mac Mini 万兆版，装置的 AQC 幺幺三万兆网卡，iPerf 三测试最高达到了九点四一 G 万兆的速度。Open Speed Test 测试下载接近十 G，上传跑到了七点七 G。我们在两台 Mac 之间使用雷电式线缆搭建了雷电网桥，iPerf 三测试。 两台 Mac 之间跑上了三十 Gbit 每秒，实测拷贝文件最高三点六 GB 每秒，太神奇了，我都有点看不上二十五 G 网卡了。二零二四 Mac Mini 装置 Apple Silicon M 四 CPU 二十一瓦的性能释放，GPU 十六瓦的性能释放，在 Mac OS 十五点一功耗表现如下。 没有其他外设的情况下，双烤最高功耗六十一瓦，待机最高功耗五点三瓦，一百五十五瓦的内置电源能够轻松搞定。在室温二十四度的情况下，M 四的 CPU 待机温度四十八度。在我们双烤这颗 M 四 CPU 和 GPU 都满载的时候，机身噪音是四十八分贝，收会在耳边三十九分贝。这是我唯一听到的 M 四 Mac Mini 风扇噪音的场景。 二零二四 Mac Mini 装置 Apple Silicon M 四，对我来说，它几乎就是一台完美的迷你主机。CPU 仅仅二十一瓦的性能释放，GPU 仅仅十六瓦的性能释放。不但 CPU 在 g e c b e n c h 六点三零测试里超越了所有的核显迷你主机，而它的 GPU 无可争议的超越了所有核显迷你主机，达到了非常高的性能标准。官网定制的万兆版本提供了超高的实际网速，雷电网桥。 提供了超过三十 G 的网速，这让人匪夷所思。以前我们在 MS 零一上也测试过 X 八六的雷电网桥，只是比万兆好上一些而已。升级到满血的 HDMI 二点一接口，升级到十六 G 统一内存，让这台 M 四 Mac Mini 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性价比。而小主机有超出寻常程度的安静表现，还有一贯水准的高颜值，时刻提醒我们大家的钱包很危险。 当然，没有 A、e、口真的很不方便。不过咱们吧，苹果用户还是能稍微克服一下的。我相信，如果是 X 八六小主机也这样，肯定会被骂翻的。有时候啊，世界就是有点双标。还有那个电源键，反正这几天我是很别扭的，打开了好多次。当然，我是在很多场景中测试，需要忍受它。但会不会有很多朋友确实是看上了 M 四 mini，、mm, 体积小巧轻便？ 想用来每天在不同场景中移动切换，每天几次按那个电源键，确实还是不方便的。我也带大家吐槽一下，这是一台性能释放合适、功耗不高，所以不需要全身布满通风口，性能却又如此强大的完美迷你主机。它有完美外形、完美精致做工、更好的配置和接口、强大的性能、极致的静音，适合那些问过自己需要不需要。 买台麦克来尝试的朋友们，因为啊，再不折腾，我们就会认命了，失去让自己的电子体验更饱满的动力了。生命如此珍贵，请对自己好一点。对 M 四 Mac Mini 万兆盖板，我们给出了超级强烈推荐的评价。好了，今天就讲到这里了。我是老白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再见。